今天的话，这种是那个蟹脚的那种，好像。那个什么颜色？这朱砂。朱砂是吧？朱砂应该更红一点吧，好像。不是。对吧？我们黄色的为主。菊花的种类很多的，我们画这种的就是比较现在呢，把颜色调好以后呢，一点点粉，然后沾，是一点朱砂，把它包起来，那个中间张开的。中间呢比较密，比较颜色深。
我们基本完成以后呢，用淡一点的，把那个白色的红色，把它补一补那些不清晰的地方。然后呢，用绿色把中间染一染。他把那个涂上去了，然后就不知道下面怎么样。是，这开始第一步，看不见。这个花的中间，谁有墨啊？你们有没有墨？我忘了带今天。Thank you. 然后我们画那个谁有夸青啊，开不了，唔得，好晒啊！我男嘅都唔整得到你整得开。好，谢谢。他这边大盒，那个小盒。花青，花青，那段绿颜色，就是这个绿色，墨绿色，花青加上黄。
Okay.